喂，你查一下那个东安那边还有哪几家没给我们欠我们钱没回款的，然后刚好下雨了，今天我们过去收点噻，讨点带回来。要得，查好了甩到我手机头哈。嗯嗯。今天那个线路有没得欠账的？今天。我们这儿那上头有啊，翻一下那条线路上有几家嘛？对啊，找一家说哈，反正没有钱，能就是城口整个哈。现在你们记住了哈，在城口县区域活动，昨天我们黄总商量哈，就是哪些饭店欠我们的账，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卡片儿。先吃完饭不要考虑消费多少，我们想吃啥吃啥，我们结账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。我们瑞山的这个福利，你们赞不赞同？反正整个城口大约60%的店，有60%都可以吃。整个城口现在还有900多万没吃回来。哇！我们任务还很艰巨哈。今天2年吃不回来。900多万是整个全国的。全国九百万，最起码有几百万，他也还够吃一下噻。城口没得好店，反正有。只有600万哈。你是不是有点反馈的哟？嗯，不是。你是哪个？我是你们的粉丝。我还有送快递的。好像没买吧？2018年那个时候看《最后的棒棒》那个时候，就关注了你一直拍后头拍《追三人》。《追三人二》的二一还是二二啊？嗯，还是开始又追那个第一季、第二季那么追，一直追到那儿来的。哎，我说晚上我们那个有两组人，14个，准备有点团建一下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开始建议坐一桌没两桌？几个1000多？一桌是吧？啊，一桌嘛啊。人均100啊？嗯，对头啊，人均100嘛，差不多啊。少点卖。服务员撩黑炭，那几个人在干啥子？全口50%的都有哈，对不对？给现金这几个人，他们可能是带着欠条来吃饭。你说我们这个正常吃我们的，我们就是一个团建，大家是吧，在那儿来吃顿饭，不要提那些哈，玩笑都不要乱开了。是的，是吧哈？吃完了之后，黄总就可把解决了。烧人。欢迎相声了，莅临城口检查指导，从那个遥远的武陵山区哈，今天辛苦了，真的，我们也是来给结个婚。我保证，你们来之前，我们绝对没那个吃。哎，没得招来，没得那么多。想方作战，不晓得是吧？我们没在这个地方来那个吃啊。那个梁平老乡哈、啊，欢迎经常来做客。好，只要我们有空，只要我们还有1分钱。先把粉丝招待好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来，哎，欢迎哈，欢迎欢迎啊！哎哎，好，嗯。三哥，感谢富三哥的6年来辛苦奋斗，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。我来单挑麦。来，我们一起，来给个手势，就在这边，来个一，我们一起来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感谢你，哎，你们6年的辛苦打拼，对，才有我们今天的，才拥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！没有，来，感谢王哥，我们继续努力哈，感谢三哥来，谢谢大家。24。嗯。今天收好多账？嘿，1000多块钱。1000好多？1100。好像1090，我听到那儿算哈，就是直接跟他抽了个整，抽个整就是1100哈。哎哎。多给10块呗，就是说哈，没有让他摸零哈。不是他多给10块，嗯，是我们多给他给10块，都等于我们少收他10块。啊，啊，因为为啥子？本身我们不是吃饭才吃到1090嘛，嗯，我们战斗力还是不行，像这么吃下去，我们要吃到好久。收一顿饭钱，然后一跑下山又饿去了，接着收下一顿饭钱。哎，嗯。这家不缺。沿钢前道路继续行驶。来，没得路了。啷个跑到中心小学了呗？啊，这个导航导错了。嗯，导错了。可能是下头那条路，我怀疑是。那我们现在找到下一站，基本上都饿了。是噻，所以说不怕，至少我们追赛的那个大家庭，随时都有饭吃。150米后右转。
兄弟啊，你是晓得我们回来的？刚拿出来的，我说没过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去唱歌，然后姑娘们，对，现在去吧，走吧，就，你扯的好麻利啊。回真的你那个